乐纯家大杯的酸奶现在终于来活动了，之前买这一杯都得10多块钱啊，他家现在下面这个价格一共给大家发10杯，才2位数。他这个配料表里就是生牛乳和多种的发酵菌，他是没有香精色素添加剂的，而且他是无蔗糖的，老人小孩乳糖不耐受的，减脂期控糖期糖人都可以去喝。他这个里头是带个燕麦脆的，然后一个小勺子，还有一大杯酸奶，他这个酸奶添加量是90%以上的，哇，看特别的浓稠，直接都挂杯，一打开就能闻到特别浓郁的奶香，把这谷脆直接倒里就可以食用，像咱们早餐代餐来一杯，吃着饱腹感非常的强，吃到嘴里特别的酥脆，特别浓郁的奶香，而且它只有奶香味没有奶香味，冰箱冷藏以后啊，它真的就像冰激凌一样，非常的细腻丝滑，入口即化。它每100克就有4.5克的蛋白质，这100克就只有80卡。他家这个奶啊，品质真的特别高。你看它这奶，真的是特别的浓稠，它完全就不是酸奶的质地，它就像奶酪一样。喝到嘴里真的是奶香奶香的。主要这一大杯啊，热量比较低，你多吃两口也没什么负担。